那一年下做好就开始了，里面肯定有啊。你想还是怎么回事？嗯，之前是这个角，我怎么回事？现在变成这个角，你问他怎么回事，跟我没关系。哎，之前是这个角，现在变成这个角，转移了。转移了，不可能是转移，肯定穿鞋什么的。他的指甲，你看到没有？我在修的时候能发现他指甲很脆，他撕的。嗯，指甲是不是？没有啊。很痛的吧？肯定的嘛，我一看就知道了。他一撕完了，撕完了指甲就像一个小刀一样的。你在哪看出来他撕了嘞？啊，我下刀的时候就看到了。下刀的。我脚什么脚没修过？这牛角没修过。下次牛角公园，我把牛也修一下。抖音里是有修牛角的。对，修牛血。好了，我这个已经搞好了。对，你好了呀，现在的青龙呀，一点都不痛。已经好了，一点都不疼啊。嗯，技术就是已经好了，现在就是过脓了，把你的脓搞掉。技术就是这么，哇塞！哇塞，一点都不疼。这个视频到时候转给我，我好放快手上。我怎么看？就这样叫着他看，别动啊！我老是以为他叫你不要动，那是叫小狗不要动。笑死！我差一点就养个小狗，就感觉是个好的。泰迪是吧？嗯，还凶的不得了，奶凶奶凶。他说泰迪发情也很恐怖，他们讲的。发情你给他配一对嘛，让他发情。有那么恐怖吗？我听他们昨天听他们讲。那不知道，我没。后来没养、啊。你看看这家，嗯，这边、哦、嗯，像不像？像不像刀锋一样的？嗯、哦，很锋利。这就是撕的。对，撕坏的。这应该有一个多月了哈。嗯。上面胀了，对，不胀了吧？嗯，胀了哈。三六 K。视频看完了，这一次应该算好的了吧？把这大哥叫进来吧。有会员吗？没有。来了，下啊！等一下啊，等一下啊！你这不是给烟味？待会儿聊。安老师刚跟我讲你要过来，是吧？嗯。在忙。对。好，那我们在家外面啊。嗯，等下我们找个地方吃饭。这边有个异性照片。你找手。好。来了，我们也要休息。没事，我晚上正好来，不忙就再走。电话了。没事。我上去洗手间。嗯，大不大？嗯。这个就是超级紧呀。这是整个轮椎啊，我的妈！现在不疼了吧？前几天在轮了，我在。
真的行，都好一点。哎呀，像这种两边卷的，如果说不把两边切掉，这样打薄一下你就疼一下，你动上就疼一下。那你让他坐在位置，让家坐在位置，用大腿给他开。你哪里开的？坐那坐，把手给放下。我听不懂都不行，我英语老师你如果听得懂吗，他就一直跟你讲，一直跟你讲，然后你听懂没？你没看到我的英语老师叫我提问，那要下课了他还是叫我，他提问我，他说班主任跟他打招呼了，然后写他班里面写几个上上下不下的人写同学给他嘛，就英语比较差，然后他们英语老师就是重点就抓住这个，然后我儿子也在其中，重点就抓这个，抓住他们这个。我是男生，那还不好吗？你们班主任打招呼了，肯定能上高中。你要自己要好好努力。关注了，对，最怕老师也发现了。努努力，然后抓一抓，能上那么早，要不要？实在不行，低老师就没希望了，对吧？对。他就爱说。哇哦，哟，都不厉害，回来又又又。你们打包啥好吃的给我吃啊？要奶。啊，奶。为啥不买啦？长这么大了，你小的长这么大了，嗯，怎么不买啦？啊，这个是不是大鱼啊？啊，这个是大鱼，对，这个大鱼下下了，是不是？你要看手机啊？眼睛看一下，掉了，眼睛虫带都不染，你看，是虫啊？他们走了吗？没有，他等一下过去吗？他们还问呢，我说等一下你过来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哇，这是什么？都是没喝酒，恐龙。我喝酒年也不会疼，爪子要给他修一下，太惨了。对嘛，他们好几年都没见了，要不嘛？不要修一下，那指甲那么长，不要修一下，要修了。要问我，他说他爸爸在哪上班，他店里修脚的。我说他姐姐哪里来？他爸爸修脚的。看哈。哦，这你那边是不是那几个男的是不是抽烟啊？啊？肯定抽烟啊！烟味这么重。肯定抽啊，哪个男的抽烟？是不是抽过一大块？对，抽烟那不疼了吧？那完结，那张姐姐呢？张姐，这边还有一点点是吧 ？OK， 看我的手机。能再，我们看，能多切了一点啊。再多挖了一点啊。拍照很辛苦啊。
不是，对不起，这一看是广告。我另外四个纸袋给他修一下，你看人家强迫症的来看看，哎，这四个纸袋修修了，太难受了，就满足一下大家的小愿望，一包一个。